微微，哎呦，不要把蛋糕收走啊！起床喽！啊？你怎么还在睡觉？金玉姐，不是叫你来这边睡觉的哎，来上班要来工作了，工作，工作，好的，好的。今天是我第一天来上工 ，Tilly 姐，你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？当然有喽。我会打分数哦，没问题，我们走吧。加油！回报，现在情况紧急，赶快派人支援。Over， 什么状况？我马上过去。紧急状况，你看怎么是？好像遭小偷了。这个是很平常的，很正常，不用怕。这样子就很正常、哦。对，没错、哎。我打扫不来啦。这个不要管，这个我们要先检查房况。检查，对，检查。好，替姐你说吧，还有哪边是我要检查到的？保险箱检查完之后，抽屉要打开来。那抽屉都要一定要打开来看，衣架有没有少？浴袍、浴衣，还有鞋板。哦，全部都要检查。当然啦，还有浴室，我们有那个吹风机、好备品盒，还有体重计，那些都要检查。还有毛巾有没有少？看看有没有客人破坏东西，有没有报修的东西？三分钟你就要回报给那个办事员。回报回报，836房况正常，也没有遗留物。不过这个房间好像有点乱哎。你以为我是来玩玩的吗？我今天可是有备而来，准备要刷马桶哦。还有我的全套装备，准备完毕喽，走吧。这里的空气非常的味道很特别哦。姐姐说第一步就是要先换这个垃圾袋，好，我先看一下垃圾。哦，幸好我运气还不错。只有一点点卫生纸，感谢上位客人没有留下太多的味道。其实我有点无法理解，防护人员戴着手套怎么打开这个垃圾袋。好啦，意思有道，意思有道，有没有？也是挺漂亮的啊，好的。好，老实说呢，今天来美孚实习之前，我本来以为呢，大家扫马桶是用马桶刷，结果不是，在这边呢，我们要用这个海绵，像洗澡一样，一寸一寸细细的刷过。每一个马桶都是英雄，只要一个按钮，它会冲去你所有烦忧。好，在我刷的亮晶晶、美下下之后呢，我们要把喷嘴收起来。好。最后 Tilly 姐呢有提醒我说一定要冲水啦。好，完成了，搞定。接着马上要进行铺床的动作， Tilly 姐教我一下什么秘诀吧。从硬枕开始，纯白的，看着先看我，好，弄平，切下去压扁，虎口抓这个进去。哇，哦，这一招我回家可以用一下哦。好，你先做这样，下面还要再折。这怎么感觉跟拉面团有点像？不是枕头压了，你刚刚都没有看我的动作，不对吗？用虎口掐着，这里有一条线。然后呢，就把它折进去。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。嗯，感觉美美的。哎，我好了，怎么样？是还可以啊，可是这个真的是第一次，是还可以啦。
这样就是不及格的。你这样不及格哦。这个床人家看了会来住吗？这个枕头。观众朋友，你们觉得有差吗？好大好大的。我等一下一定要跟 Tini 姐炫耀一下，这可是我从老家带回来的神奇金毛掸子。什么年代还在用这个？哎、欸，不行，这很厉害耶！不行，不是用，还要掉毛。哦、对，我们要用这一支，用这个竹层长毛哦，吸尘才不会乱乱飞。好，我们擦拭要从上而下擦下来，这样才不会说。你上面擦灰尘往上飞，白擦。3, 2, 1 就在这个时阵，发生了让人想不到的代志。一生啊，只为你痴，要芬芳。疫情这么恐怖，心惊惊。美孚饭店让你最安心，要订饭店请指名阿夸克灭菌机，要订房间请卡02-7722-3399。我现在要把记忆枕送到836客人那边咯。我刚收到一个紧急任务，说836客人觉得他的枕头太软了，现在送记忆枕给他，希望他能满意。 Housekeeping、啊、你好，祝您好梦，晚安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我先要送荞麦枕到836给客人咯。刚刚的记忆枕836客人还是觉得太软了，不过没有关系，美孚有五种枕头可以让他挑，荞麦枕是以后最硬的。Housekeeping， 您好，这是您的荞麦枕，谢谢。希望这一次他能够满意。Tini 姐、嗯、请问一下，我今天的服务可以拿到几分呢？3.5颗星。嗯，那个马桶啊，哎、欸，做的真的非常的亮晶晶哦。哇，我很认真的刷它。对呀、啊，你整房房间呢、啊，需要可能速度来得更强哦。哦。哎、欸，清洁度，刚刚你用那个吸尘毯子就错啦、啊。哦，真的用吸尘毯子，我特别从老家带来的。用我们公司的，不能私底。是是、哦、不能自己带，对，没错。那个枕头刚开始真的是乱七八糟，哈哈。经过第二次之后呢，我铺的非常好，可能有80分啦。呀、yeah! 嗯，对，谢谢婷姐，还有这帮客人送枕头，是，哎，和蔼可亲，有笑容哦，还非常亲切。对，3.5颗星，对，给你2.5哦。真的？嘿，啊，经过 Tini 姐的特训之后。看看客官来看看哈，这个应该有99%像，赞。